答错没有关系，那我们是教学，是吧？那我会修正你，趁我在这边的时候修正你，好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你们的互相砸没有关系。比比如很多重要的穴道，你砸你针，那我会帮你调整，好。那下次开《黄帝内经》的时候，我们在讲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牵涉到非常多的在针灸里面的名词，啊，这样你会看得懂，好。那针灸下针的时候，你如果穴道选。 第一个，我们要心到，就是说你在诊断上面，你一看这个病人，你心里面你的诊断是正确的，诊断正确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手要到啊，你你诊断之前没错，你选择的穴道是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手要到，那手要到的时候，它才会产生效果。再加上补泻，啊、哦，那、哎、所有的治病，任何的病，所所所谓立竿见影，就是说，有的病一次就好了，有的病要好做个疗程。 基本上疗程的观念是这样子哈、啊，比如说我们一个病痛，啊，我们以痛痛治来做一个概念。如如果说在这个以上呢，是正常，就是你完全没有痛。那现在呢，你遇到一个病人，病人病人呢，他的他的疼在这里。每一个有的年轻人体力好了，我们或者是出病一次针就就好了。 有的来的五六十岁了啊，元气气血比较亏，或者是病比较久了，我们第一次扎针的效果可能只能达到这边啊。那你如果这是第一次，那我们所谓的隔日针，隔日针就是最好的疗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，我们要再做第二次同样的治疗。好，那如果在隔日第一次、第二次的时候，在隔日针的时候，效果会从这边，从这个地方。 好，再往上升，升到这边，第二次。那再来，在隔日的时候再升，升到正常的 level，一到这边的时候，啊，第三次，啊，可能就好了。那可能有的人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跟病人讲清楚，这个病人腰痛十年了，或者肩膀痛五年了，好。 你再好的技术，可能都要两好几次，那他砸一次就没来了啊，好很多了，啊，就一个礼拜以后来说，一个礼拜后说，哎，我这个痛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，因为他没有隔日来，啊，不是针灸不好，那他就你如果说一个礼拜来一次，结果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这个针灸没有用，实际上针灸有用，而他没有连续做疗程，所以疗程呢是非常重要的啊，疗程，那。 尤其中风的，我们做疗程。那中风要一定要做疗程，还有做骨神经痛啊，气喘，呃，喘了你喘多久？喘到遇到病人，你喘喘多久？我从有记忆开始就在这个喘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从有记忆到现在没碰到好医生嘛，那喘到现在，啊、哦，那我们要做疗程，啊、哦，都会做疗程，药物也有疗程，针灸也有疗程，啊、哦，那在做疗程的中间，病人的虚实就会转换，啊、哦，虚实就会转换。” 比如说他刚开始的他的痛、哦，好那你是不是不、那个、这个这个是泻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，那病人来的时候是酸或者是麻，我们针灸里面遇到酸和麻是最不好治的，好、哦、酸和麻最不好，又是久病，一定是病很久。那你在扎酸麻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补，对不对？用补的手法，好、哦，用补的手法。那补的手法下去了以后，哎，他说我现在麻了，好、哦、麻少。 但是痛痛多了，痛比较多了，我们就是这个、这个、要补先泻。如果痛比较多，我们就先泻后补；如果麻比较多，痛比较少，我们就先补后泻。然后等到麻了、痛了没了，只剩下痛的时候，到表我们再去做泻。泻的手法还有选选择穴道和手法都不一样。好，如果你手法不是很熟。 啊，那個、经验不是很熟，记不起来，你还是左转右转，那好，顺时针逆时针搞错了，那你用利用穴道的属性来泻它一样可以，知道我意思啊？这就是选择性就会很多，所以针灸是一个很活的东西，搞活的，那基本上是立竿见影。所以你知道我在美国看病的时候，我我都跟那个美国人不晓得针灸如何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知道扎多少？每一个人都会问来问说，你认为我扎多少次为好？我说很简单，我有告诉你，我帮你做三次，没有进步。 把我 cancel 掉，不要来了，我不要看到你，我没有办法帮你们，你为什么来？他心里讲哦，朱家伟很厉害哦、啊，我到我怎么讲呢？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干脆写个 article 放在那边，你给我砸三次没有效，不要来。我是这样子，你把我 cancel 掉。我鼓励病人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不要相信医任何的医生，包括我在内，你都不要相信中医和西医。我不管是，我们不要去说谁怎么样，基本你的观念，能治好病的就是对的。 我们要找一个真正能够为人类社会解决病痛的医学才是对的，所以只要对病人有帮助，我们都要鼓励。我跟病人讲，你的金钱，你认为你现在来找我，你付钱给我，我的时间值钱，我认为你的时间金钱也值钱，我绝对不让你浪费钱、浪费时间在这个地方，我不会让你讲这种话出去。我帮他扎第一次的好很多了，第二次都快好了，第三次都好了，他真厉害。然后介绍人家来的时候，你去给他，他扎三次，三次不好，你不要他，你一定会进步的。 你真的是一个一个中医，你扎三次还是一样，你也不要，你根本就不会扎针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你你不能说，千万不能让针灸病人失去失去信心。我每次今天就算我扎不好，我会怎么讲？很少讲，我没有这样讲过啊。不是，但是我治不好，不是针灸不好，你要另请高明。可来我来我来来,来到我身很好，所以我还还来不及讲这个话，好，那都、就是用老老我我用的针灸的法则。 选择的穴道辩证的方式就是我教给大家的东西。好，你们现在都很很会选择穴道了。好，那选择穴道没错，你要手要到，不能心到了手没有到，对吧？叫你扎足三里，扎到足外里、足内里都没有扎到足三里。啊，好,好，那医书上说足三里针下去胃痛，经本就去掉，对啊，是是这样子，恶心就去掉。可是你没有下到，你说足三里没有用，不是，足三里有用，你下的手法不对，下的穴道不对。好，所以记得针灸是立竿见影的。 针完当时就会觉得很好才对，啊，即使要做疗程，也是当时会觉得减轻很多。针有的时候针还躺，病人还躺在上面就减轻很多，尤其像偏头痛、哦、啊、月经痛，那有的人背痛是躺到不痛，站起来才才痛，所以他躺到还没感觉。那如果躺到都会痛的人，针下去病人就知道痛已经去掉了，病人心里最清楚。好、啊、像我们那个太阳透帅骨，那当场透当场病人就好了，那那你病人好不好？你问他，你现在还痛不痛？不痛了、啊。 好、哦，而且里面平常在看我痛的时候，哈，很可怕。实际上，我们在临床上治症的时候，病人痛到哈，你扎针他已经没有痛了，那个针下去，那个那个痛去掉，那个病人那个舒畅的感觉，啊、哦，还有那病人，因为他痛了一个晚上，都都不能睡觉，好头痛怎么睡觉？我针一下去，当场他在床上睡着了，因为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。然后他在旁边那他打呼啊什么，我就问他是是那个旁边的隔壁病人那个怎么打呼了、啊？好。 那我们扎针能够让病人睡着，那是效果最好。好，病人能够睡着是最轻松。每一次我们下针以后，病人睡着以后，起针以后效果都非常好，好，效果很好。所以针灸做要要慢慢慢慢，诸位累积到经验以后，下针的手法选择的穴位就是立即反应，根本不用去看书，立即反应就出来。好，所以今天我要看看诸位，我前面做的几次 demo 给你们看。今天你们轮流轮流好，互相来针，让我看一下你们的手法有错误，我当场帮你校正。 不要怕，我不会怪你，不会骂你们，都是新手嘛，哈，啊，新手就新车上路，新手上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你，我看你们怎么做啊、哦，帮你们稍微修正一下，好、哦，那我们这边有的很多有 license，要有的孩子学生都没有关系、哦，我们当时示范，那你这个实际上一定要有实际上的经验，好不好？OK，好、哦，我们开始这个，除了我们原来有的病我们在做疗程以外，好、哦，我们的、啊，你们那个你们互相找穴道。 认为哪些穴呢有问题了，我们就找个人出来做做做样子啊。比如说你们督脉不会扎，对不对？我示范你督脉怎么扎给你看。我们扎了很多次，可是你可能还搞不清楚。我再示范一次，或者是我在旁边，你下我看。我先看你怎么找，不要怕错，啊，不要怕错，我绝对不会当啥嘛，好、啊，不会不会。好，中于味道颠正、健正、狂症它的区分，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，颠和这个健。 这两个症状呢，临床上看相当接近。真的，我们去细分的时候还是可以细分，但是非常的接近。一般病人就是抽筋、吐白沫，啊，脚空脚功反张，长得好，那一直在不断的抖动，啊，那有的人呢会发出很多动物的声音。那过去呢，我们又用用啊这个马腱、牛腱、羊腱，因为有人发羊的声音，有人发马的声音，有人发牛的声音，啊，就用那个声音呢来说哪一种腱，啊，那那针灸过去还有五畜，就是五种畜生。 那、哎、这种这种哦，还还下了五种不同的穴道，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啊、哦。有的人就学，所以你们以后读了针针学了针灸的主流东西以后，那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迷惑你们。不管它是哪一种剑，治法是一样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剑比较发在在在动作上有发生怪声音的现象。颠呢，可能人一发就晕厥过去，然后口吐白沫哈、哦，没有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般的我们急救是先把夹齿搬开来。 好、哦，那个塞个硬的东西在嘴牙齿里面哈、哦，不要让它咬到舌头，好，舌头咬断你不好救。那、哎、这个狂症呢？这个发狂奔走，没有办法控制，拿刀路上拿刀去杀人，好、哦，或者在登高歌，跑到很高的地方他都不不怕。然后当然是语言一定错乱了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这个人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好、哦，那、哎、一般这个狂症呢，这种癫这种狂症，尤其是狂症，十个里面十一个都是便秘。 哦，便秘，通通是便秘，因为家，把帮他看的那个医生嘛，哈、哦，十一个是便秘，好、哦，哎，这个，所以，所以这个这个大肠的燥湿呢，燥燥燥湿的燥气呢，突破横膈膜，这个浊气冲上冲到肺上面，上上焦，人的上焦是清气，只能有清气，所以你注意力会集中，脑筋会清楚，哈、哦，那如果浊气突破这个隔膜，冲到上焦，人就神志就就没办法控制，好、哦，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去清大便，把大便要清掉。 啊，那清大便我们针灸也可以啊，我们药也可以。好，那还有人提到这个，如果说吃在眼白上面，眼白白是肺，好，眼白上面呢，如果是青色的，一般来说就是肝，好，眼白上面如果是黄色的，而且是眼白都黄的，皮。哦，一般来说我们变成是这个样子，好，那。 那我们那个，如果湿音，首先呢，你要一个一个观念，好，一个观念就是，好，这个发声呢是这个声源呢，源源来自肺，声的力量是来自小肠，来自丹田好力量。那所以如果讲话讲了很多，声音喉哑失声的时候，那你说我们用针灸做，那他他他已经。 气不够了，实际上针灸我们很少去做这个喉哑失声，就是讲话讲太多造成的。那有的是中风了以后没办法讲话，那是不一样。你们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话说太多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就是回回头去灸关元最好，好灸关元，或者是这个这个气会痰中，哦，那中风舌强不语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哈。 那我们在扎针的时候，尤其长针，有时候一寸针，我们手指头都会碰到针尖、针针身。那我们在临床上，我们我们在包括我们在医师考试的时候，都是考临床的时候，就你你你看拿一次针就要洗一次手，就换一次。所以换一次，并不是说每一个针都要洗一次手，就每次看病人的时候之前先洗手。好，洗完手扎完针以后再去洗手，所以洗针的时候还有一个洗手的动作。 那日久就习惯了，所以我每天在那边洗手，好，我每次摸完一个病人，我一定去一定去洗手。那过去的时候，啊，为了怕真感染，会不会感染？不会感染，凌晨到现在都不会感染，除非你的针不干净，手、so,。我们比，我这样讲好了，呃一我们一滴艾滋病的血在这个地方暴露在外面，大概二十分钟全部死掉艾滋病就没了。它必须要在人体上才，就任何的病毒如果暴露在外面，它都死掉了。哦，那二十分钟就走不了。 所以说，我们手只要洗干净，你抓到针头下不会到。我到现在目前为止不会有受到感染，没有没有病人有感染的现象。那没有办法避免，为什么？你说如果说戴手套，像西医开刀戴手套，你这个针如果戴那个 la k la k latex late x 那种手套哈、啊，那种橡皮说橡橡皮手套，引不到气啊。针下去引不到气，因为他把你的手的医生的气跟针我们的针和那个肉是接到的，一那个引不到气。 啊，是、哦、差很多很多，那等于针上去而已。病人被戳了一下，那没没没有没有引到气，还不能戴手套，好、哦，因为金属的是走气，一般来说不会感染，你们放心的用。尤其三寸针怎么办？你你不这样摸针柄，那针就弯掉了。好，好，你一般来说针下去以后如何知道它得气？好像被吸到了感觉，被吸到空不是空空的进出一样、啊。 你如果扎到病人，这个针一扎进去，里面好像都是稻草，干干的。这个这个病人身体非常差了，气血已经大虚了才这样子。否则你扎到里面都是、这个、很有弹性的，弹性的时候你捻一捻针，然后你你拉拉针头的时候，感觉被吸到了感觉，啊、哦，这就是气道了。还有就是看针孔旁边会绕了红酒，粉红色的气，也代表气道，了。哎，病人的感觉酸麻胀也是气道，了，所以很多的方法。 都可以侦测到，其实到了。那以后你们现在会有这个问题，等到你扎针一段时间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好、哦，好，好。你如果说你扎针了以后没有酸麻酸麻胀，你穴道扎错了，只有穴道扎错需要拔起来，啊、哦，重重扎。那你穴道扎的没有酸麻胀的时候，稍微等一下啊，把病人拍拍针。 针要针的部分部位拍拍，让它轻松松一点，不要太紧。那再去引气，一般来说都会引。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引气法，叫非针引气。好、哦，如果真的引不到气的时候，我们叫非针引气法。什么叫非针引气呢？好，比如这是皮层，我们再针下去。好，那引不到气的，你很确定是在三阴交，不是在二阴交，对不对？确定。好，那那引不到气。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针提起来，你同一个方向转，所谓同一个方向转就是，比如说，好，我扎这个，我们讲这,这个曲池，扎下去了，扎到了引不到气，那如何让它气到？我们引气的方式是这样子，好，我们是用采用补的方式，提起来，这样一边转一边旋转一边提起来，因为这个是顺为补。 一边旋转一边提起来，就好像我插体补泻跟那个旋转捻转法放在一起一样。好，一下进去，同个方向。你如果是不是不不插提，直接在深度这样这样转的话，这个针就会缠住。但是你一边拉起来一边旋转，一边拉起来一边旋转，一边拉起来，你可以三百六十度、四百八十一直旋转下去都不会缠针，这就是非针引气法。好，非针引气。 非针引气再引不到，这个人没气了，也不用救了，不会引不到的哈。嗯，好、啊，下针呢？有的人呢，下针的手法，他我们是，你在慢慢慢慢连转进去，燃针进去，啊，还有我们直针进去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直针进去，先扎到穴道，啊，你不要在那边扎，燃燃慢慢慢慢燃针进去，病人也痛的要死，也很紧张，啊，先下了针，扎到穴道。<laughs> 一般来说，你只要你要注注意的是深浅。 深浅的问题，胖的人深，瘦的人比较浅。春天、夏天的时候，气候比较热的时候，增浅；冬天、秋天、冬天的时候，下沉比较深。好、哦，因为天气冷，气在比较深的地方。这是针灸大臣啊、哦，历代历代的原则。好，那这个里面有人提到说阳陵泉和阴陵泉的作用。这个阳陵泉呢，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来看的时候，好、哦，阳陵泉是什么？金会阳陵，对不对？全身的金会的阳陵。 金匮在阳陵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有抽筋。反正有任何方面筋的问题，通通可以下阳陵泉，啊、哦，比如说我这个关节脱脱臼了哈，所以这个变成习惯性的关节脱臼，我阳陵泉可以下。那光是阳陵泉只有筋嘛？还有骨呢？骨会大疏有没有？那你配在一起这个，金匮阳陵和骨会大疏，所以《难经》说筋病致此，骨病致此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就是这么来的。那阴陵泉呢？好、哦那个，这个阴陵泉在皮这个皮筋上面。 它在脾经上面是属于天皇，啊，所以阴陵泉着重在重点在利小便、利关节的湿，啊，利小小便消导水肿啊，阴陵泉，啊，阴陵泉，所以说这两个有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因为这两个在它的位置跟关节都很接近，啊，所以说关节里面就有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关节阴陵泉都我们也有关节里面有风湿关节里面有积水啊，所以这两个穴道我们会同时在一起用。 这个另外一个目的，啊，一般哦，我们的手法，一般手法在加强，我们加强真力的时候，真的力到了，真的治疗的治力治不是你出力多少，而是治愈的力量的时候，真的力量的时候，啊、哦，治疗的效果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加强它？一个就是本穴。 本穴去加强，好，这个本穴呢，一定是它的表或里经，啊，就是病经、之表或里表或里经，啊，举例，好，比如说现在病经，好，我们道病经呢，哦，好，在胆经，在胆经上面，那它的胆经的里经是不是肝经，对不对？ 那肝经的本穴呢？肝经的本穴是什么？行间，好，是行间穴。那我们就先扎他的行间，扎他的好、哦、表里经的行那个本穴，再去扎他的先啊针这个行间啊，再针呢他的病经的就胆、是、经的啊子或者是母啊穴。 在在针它的子穴母穴的时候，都会增强它的效果。比如说胆经的实症，现在是偏头痛一个人来是偏头痛。那我们像胆经的子穴是阳辅穴，那你扎了行间就去扎阳辅，那这个就是增增强你下针下针的效果。但是胆经的虚症，它的母穴是在侠溪，这是我们下了行间再去下侠溪。好，当然呢，本穴上面在本本本那个行间上面，你做平补平泻就好了。那在狭溪上面，你就要做补。 在阳腹上面叫做泻啊，那你用饮水啊、擦地都可以。啊。这个有有学生提到，这个有时候我们的便秘呢，燥湿很干燥的大便出来，有的是湿黏黏的大便出来，一样我们是要利湿啊，所以干燥的大便。 排出来，或者是比较湿、比较厚，都大便排出来。我们在治症上，支沟、照海都是一样的，天枢、穴上一样，处方上不一样，但是针灸上是一样。啊，我们讲处方的时候会讲得更细。啊，处方上不一样。那我们平常治疗治这个便秘的支沟、照海，啊，天枢穴，啊，都很好、很好使用的穴道。那我们无所谓，它是很干燥的大便，或者比较湿的啊，浓稠的大便，治法是一样的。啊。 那如果说这个病人，这个同学问到这个脾主湿嘛，哈，脾脾主湿，那这个湿症是不是在湿上，脾上面哈？这个问题呢，我在这里先，其实这个问题是以后我们可以讲到啊。我们只有一个一种大便，便如羊屎。 这个大便排出来的时候，像羊大便，像我们的中药叫这里叫丸丸剂，一颗一颗的哈。诸位以后会学到很多丸剂，伤寒金匮里面有很多丸剂，好像我们的乌梅丸都是伤寒里面伤金匮里面出来的，桂枝茯苓丸哈，都是很多，不单单是六味地黄丸跟桂附八丸。那那个丸子，那你吃下去，你以为排出来什么肉丸子排？一颗一颗好，还有声音的，还像机关枪，啵啵啵啵啵打出来，像一颗颗羊大便一样哈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中医有个特别的一个症状，叫脾约啊。 脾上受到约束，那脾约麻疹丸、麻子仁丸子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是丸剂没错，但是呢，它是从脾上来的，啊，其他的你倒是不用去啊，这个、这个、这个从脾脏上下手，其他我们针灸做啊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个我们现在提，不要太早提出来了哈。嗯，比如说病灶，病灶啊，我现在是。 这个第六椎痛，这什么不好痛？痛到第六椎，这怎么办呢？好，病灶的所在是第六椎。我们在第六椎先呢，先在它外开，哦，一寸半的地方先下针。下完针以后，再去看它是属于哪条经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第六椎是什么？灵台穴，灵台穴外开是督书是管督脉的。 哦，那我们在这个这个旁开一寸半的地方，我们下针是这个这个叫什么？呃，这个静静就是先好、哦、导，然后呢，你在好老师啊，后溪呢是管督脉的，再去引导汗引对在一起，这、就是导引啊。那、哦、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这个病变经是在胆经。 你去选择它的表里表经或者是里经，它的本穴，因为病经阴经的话就是表，就阳经的表，对不对？阳经的话就阴经，那它的本穴在这就是导在引。好，那我们会用到这个本穴，比如说，像我昨天在帮刘医师弄的时候，就在头针的时候，他头上的地方，我下了一针，天应的地方，针。 针的时候，我们在天印要下一针，就是告诉设定的岛，就好像我画了一个标杆，一个中正正中心，对不对？我要射中这个靶心一样，先立一个标杆在里面，告诉它我我我要,我要在这里。这个时候我们天印下针以后，我们在对侧的经上的本穴，啊本穴，本穴呢，我们下针的时候哈，针下去先引气。 引气呢？用引完气以后用泻法，泻的方法。好，泻的方法引完，这是在本穴上面哈，所以它是灵气穴，胆经的本穴是灵气穴啊。灵气。那现，那至于这个贴硬的地方有没有穴道,道，到无所谓，找骨缝下就好，或者是沿皮沿着经络的方向下针。泻法泻完了以后呢，把针提针，好，提针到表，提针把针提到皮肤表面上，所以这个时候。 不动，不引动它的气血。好，现在你就想，我这个针扎到这个胆经的邻近下上面，引到气以后，气就开始动了。我是泄，对不对？泄的话，那个气气会往下，往、哦、这个这个、这个、往往往后走。比如胆经会往肝经走，那一拉的时候，那个胆经的前面的什么三焦经就会往前挤嘛。好，那我们扎一泄的时候，针提到表面上，提到表面上了以后，我们不针不留在针。 穴道里面，只是稍微提一下它，然后你不要留在穴道里面，就没有所谓的补泻，只是引动它的精气。这个时候，后面胆经的前面那个三焦经的气血就往就会往胆胆经去走，就去补它的麻。这是在也是在针灸里面很考虑的一个导引的方式。好、啊，所以那个我下完胆胆经的灵气的时候，我就泻法引到是用泻，然后把针提到表面很浅，就让它有时候挂了那边会倒都没有关系。好、啊，这、就是、嗯、那个是导。 导引，好以后诸位学到《内经》《难经》的时候，就会知道善针者善导引也，就是导引的书。好，同时生病的时候，好，比如说肝也有问题啦，这个肺也有问题啊，脾也有问题啦，啊，这个肾就有,、这个、有问题，诸位呢自心把把心脏保住，心自心的时候，心脉就不会断，啊，心脉不断。 这个时候呢，强脾，好，当你很多脏出现的时候，强脾啊，把胃口转回来，所以你保护他的心脏，不让他有堵塞的心脏或者心脏停止的心脏，这个时候从从强大的胃口，胃气恢复的时候，病毒会停止下来，不会再恶化。好，我们在针灸里面，在大针灸大成里面，有个叫做标。 那这个标本赋的从头到尾的重心是什么？写了一大堆七言绝句呢，看了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其实重心在讲什么？急。如果是标级，啊，你就治标。好，是本级治本嘛。好，本不会急的，本都不急。好，本本病呢后治。那平常我们中医讲说啊，我们来治本。可是他标级的时候，我们先去治标。比如说这个这个病人呢。 这个便秘，这个便秘了以后造成头痛，那浊气往上就造成头头痛。你先去把他头痛治好，好，那是标级。这个时候再去下再去治他的本，原来是便秘造成的。啊，这是标本的观念。那有一个人跑来，他有气喘，他有，本来就是气喘。那现在呢，结果你帮他治疗了几天以后，啊，他有些吃吃坏肚子了，就胃痛、胃酸啊，胃胃很痉挛。 那就跑来找你的时候，你还是在帮他扎气针，不是？先去把胃通弄,弄好，再去治他的本，也是标本。好，样。不管你是五行里面来说，因为五行我们这边讲的还不多，因为内经里面我们还讲的更多哦。一般来说，简单的观念就是木、火、金、水。简单的、基本上的临床的观念，比如说木来。 个木克到土了，好克到土了，那我们就会会去抢土，去抢水，这是基本动作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土太盛了，会反侮到反侮到木。这个时候土太盛的时候，我们去泄金，让土往这边走。因为这个反侮是不是太愿意？他本来不会讲走的，因为太盛太大了肿，比如说脾肿大啊，你去泄金的时候，强火的时候，强心脏的时候，脾土就会土就会就反侮到金了啊。 就不会让我们遭惊风。嗯，一般来说，像有的学生问出来说，我们知道中医讲的肺主皮毛，那很多皮肤病的啊，像有风疹啊，或者是好、哦、一些一些虫蚁的咬伤啊，好、哦、还有一些这个药物过敏啊，啊引起或者是风疹啊，我们皮肤表面上病症很多，那我们需不需要去划分？那基本上大原则是这样子。 针灸呢，和用药不太一样。用药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讲究，要发表的药还是怎么样？哦，有皮肤病，我们不用发表的药；皮有龙阳的药，不发不用发表的药。哦，那针灸倒不是这样的。针灸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今天看了药物中毒，或者他皮肤过敏，哈，引起的红肿、风疹，或者是还有本身有皮肤病，我们治疗治疗的手法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有皮肤皮肤病的五大穴，有没有？皮病的皮阳的五大穴，好。 的皮病，那表面上看这个皮的病哈，那可能呢里面是这个湿疹，可能是风疹啊，可能是一般的癣类的痒。那治症的时候，合谷、去吃血海，好，三阴交，好，这是足兵啊，足兵。竹兵 那这些这五个穴道是我们必取的，这个取它的一扎下去的时候，皮就不已经不痒啊，除非你扎错了，啊，否则的话一定不痒。这个时候就先去止痒，基本上对任何的皮肤病都有效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哈，我们这个针和灸，针灸跟我们用药的观念是不有点不不,不太一样。而整本《黄帝内经》实际上讲的东西是，能用针灸就尽量用针灸，尽因为汤药都是毒药。 好，尽量不要用。可是呢，现代人我们就需要汤药，因为以前上古的人呢，没有什么污染嘛，哈，情志也没有什么打麻将，也不是说深更半夜要赌那么多，哦，这个这个轰趴，对，还有那个啪啪,啪，开了深更半夜不回家的，哈、哦。那以前生活都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嘛，所以针灸就好，了，不会用到很多强烈的药。那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药很多，对吧？很多毒药，我们用要以毒攻毒，不用强烈的药，好、哦，根本根本根本没有办法去治病，好、哦。 这就是伤寒家跟经方这个这温病不一样。我们伤寒家处方一剂下去，那很凶悍的几味药很凶悍，然后那个温病派的慢慢慢慢慢慢，吃，吃个一年，肺积水还在哪里那里。那病人有办法等一年吗？啊，我们一个晚上 over，那就去掉了。好，那速度很快，有时候三个小时就去掉。那不能等了、啊，水不能等。但是在针灸上不是这样子，针灸上它是取它的平衡。所以你身，我们基本上针灸的观念是这样子认定，好是。 我们用针或或者是灸的方法去刺激一个人体，让他人体自己恢复自己，自己自己痊愈、治愈，好治愈，好。所以他有病，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自己痊愈的时候，我们用针或灸的方式让他身体治愈，这就叫做治疗，好，这才叫做什么？人身体被自己你自己身体把自己治好，叫做痊愈，好，痊愈。 那现在西方医学呢？他不用 cure 这个字，为什么 cure 就是痊愈啊？就像你用 cure 就是违法啊、呃，不能用 cure，因为他知道他们不能 cure，所以他不允许别人 cure，啊、呃，实际上 cure 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你被你自己治好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我们如果在我们学阿里口学什么东西，就是说，我们说我们这个中药，比如说桂桂枝汤，我们用针灸或者怎么样，好、啊，这个病能治疗好了，我们会会注明，因为这样刺激他，所以他病人的身体自己自自然而然就恢复了。 那你是身体自然恢复的，是因为我们刺激它，促成它自自己痊愈的，这是治疗。治疗的定义本来就在这边，啊，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去痊愈的时候，它一直往下坡走，这就是我们要介入的时机。那如果它自己可以痊愈，我们不要介入，让它自己痊愈最好，不要去介入它。好，这是本来这中医的观念。所以说它是取得一个平衡。因此，你们会遇到很多的病，但是任何的皮肤病基本上都在肺上面下手。 啊，都是在肺上面下手。那这个这个里面有些问的问题比较深，我们在介绍伤寒的时候再讲。基本上像我们我们前面介绍了这个黄连这个巴豆，我们来去伤寒结胸，跟就是肺积水，基本上就肺积水。那可能中医的定义会很多、哦、节啊，阴毒结胸啊什么哈、哦，这个这个这个。这个 这个伤寒结胸，那基本上你不要去想这些，你就记得就是把去水而已。巴豆是大将军将军哈，那个滴水力量很强，攻坚的力量很强，这只是去水而已。那在我们在讨论伤寒论的时候，我们在怎样伤寒结胸跟阴毒阳毒的时候，哈结胸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在这里我们不谈论这个，只是你要知道，我会用到巴豆跟黄连做成一个饼贴在肚脐上灸的时候，那是去腹水。 胸腔里面的积水，好，你们不用急，很多东西你们超越到针灸的范围去了，好，都已在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如果通常讲完《伤寒论》也不要学了，好，我开始讲伤寒结胸，对吧？好小心胸、大心胸开始讲，你讲完回家《伤寒论》也不用听了，对吧？如今讲完了，好，这不用急。那那小孩子好像这个这个问题，有些这个小孩子的哈，这个惊厥，那。 这个小儿科这种东西，因为我们在教讲,讲针灸的时候，哈，我们只能大体的把你整个中心讲完，所以分科，比如说妇科、小儿科什么的，那那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在针灸课堂上讲那么详细，啊，那只是独立的一个科，小儿科怎么样怎么怎么做，你们可以参考那个那个医书上的小儿,儿科的部分，我们这个课堂上没有办法讲，讲讲不完了，讲针灸要讲一年，啊，哎，制字这很很很细的东西，就好像。 西医也是一样，到后来分成妇科啊、小儿科分很多科啊，中医也有也有分科啊。但实际上，你只要中医的精神抓到，它只有一科，就是大人、小人都是人啊，我们就一科就结束了。好，那只要你主流医学抓到，不要去被医学名词来迷惑。那我介绍了一些小儿科的手法，那是我们最常用的手法。好，那这那就够了，好，那就够了。啊，那、哎、<coughs> 好，差不多了。 路漫漫，披荆相伴。